有嘿，这里是你的明星化妆师好友烫。自从思恒上线之后，我的评论区都快被你们攻陷了。只能说咱景甜扮演的思恒真的好像从小说里面走出来似的，勉强惨的深入我们的心呐。这次索性给我的辣妹们请来了景甜的御用化妆师刘云普老师，给大家分享思恒系列妆后面的小秘密。是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云普。同款，这你们 secret， 好，我的秘密，现在不是秘密了。老师有哪个色儿？由于我的痘印颜色比较深，遮的话比你的肤色要稍微的深一点。姐妹们，我没说错吧？每次画化妆师老师合作系列，我都会多长几颗痘，给每位老师考验一下，看谁的遮瑕能力最强。遮瑕放上去之后，你看稍微的干一点，持久力会好一点。我看到甜甜在自瞳里面，她的皮肤像是毫无瑕疵。她本身就没有任何瑕疵，她连毛孔都没有。这世界上还有不需要遮瑕的女人？这款是迪奥的那个锁妆的粉底液，对，它遮盖力还挺好的，而且它的妆感又不会那么的厚重。哎呦，好干净啊！这个色号也好适合我，赶快记下来，我要去买了。这妆画的特别细致，就在脸上面是没有什么妆感的，这个、很轻。我的脸现在。像这种凸起来的痘痘，我建议还是用比自己肤色稍微深一点的话，如果你用红色号或者是浅一点的话，等于把这块提亮。啊，底妆打好了，感觉很干净。但是呢，有粉丝留言说，头角纹跟法令纹咋办呀？一般就会配合这个高光膏，还有这个遮瑕。哦，马拉斯，脸下稍微的提亮一点就好。好轻啊，我的天！而且甜甜她在镜头当中，特别是思彤那个造型，脸上的饱满感特别好。她就是一直那种肉肉的脸。那你是会去压它，还是会提出来？我给她化妆的就是特别的快捷，没有特别多的技巧。我已经被凡尔赛到了。但你的脸也很饱满啊，像你们这种脸是特别抗老。原来女生我真的不要苦恼，不上镜可能是一回事，但是咱们真的很抗老。最近不是流行什么容貌焦虑？焦虑，对。我在想，就是你又不是每天生活在镜头面前，你只要私底下好看就可以。你知道，因为人上镜都是会不好看的，都是会变宽的。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你只要私底下漂亮美丽就可以了。嗯，自信，自信的女孩是最有魅力的。接下来就定妆了，用的是花西子的蜜粉。那我喜欢有一点轻烘焙的这种定妆的方法。看你视频是不是你也比较喜欢？我超喜欢，因为我是个脱妆大王。轻烘焙真的会让底妆会持久一点。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蘸完粉之后，在眼下稍微的揉一下，它会让你的粉会吃进你的毛孔里，底妆会更持久，其实毛孔的效果也特别好。而且你在做烘焙定妆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粉质非常非常细的，烘焙出来的妆才不会说有厚重感。你可以啊，顺着你的眼下稍微的往你太阳穴这个方向去走一下，面部组织就往上走的。还有一个方法是从嘴角一直延伸到你耳朵的位置，就把脸快辣提上去，对，会比较自然一些。很明显的就是你这边脸会有一个提升的感觉，毕竟带过就好。一般像我扫的话，我会再蘸一点，它融合的会更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柔焦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特别是颧骨的这个位置，不会显得它特别厚重，会更像思恒的那种底妆，白白的，然后它脸就是朦胧的，丝娃娃。对，我喜欢，我喜欢这个妆效，谁还不是个瓷娃娃的？进入了眼妆的部分，像是甜甜，我有意识到，她算是女明星当中眼球还是有一点这个分量的，会有点凸出来。对，太好了，我们这种正常女孩终于有一个可以学习借鉴对象。但是她的眼妆又不重，都是大地色系，所以秘诀在哪里 ？GF31号，这三个颜色真的很消肿哎。哑光盘里面它会都会配一个这种珠光的嘛，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珠光到底该怎么用。纯哑光的眼影呢，其实不太好晕染，先用珠光的颜色打一个底，对你后续画那些哑光的眼影会比较好。而且这盘眼影就是颜色很温柔，怎么画都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微粉色我感觉。对，再去蘸这个颜色，从睫毛根部往上晕染，其实就是一个平铺的画法，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平铺就是最基础最简单的画法。眼影这些高度你不好定的话，找一个细节刷蘸你的眼影，在你睁眼的时候双眼皮褶皱在这定一个位置，蘸这个颜色画到刚刚标出来的那个位置，再去拿火苗刷把边缘定开，就画眼影切记有形无边，有妆似无妆。我们再换一个更细一点的刷子去蘸最重的这个颜色，继续加重睫毛的根部。眼影所有的颜色最重的都是在睫毛根部，等于上面余粉的话，把眼影稍微的蘸过一下，眼影这个浓度就可以了。我发现其实特别专业的老师眼影真的步骤都是很少的，颜色也很少。黑妹这支我爱用，我觉得好画。眼线胶笔对于新手来说它是特别好掌握的。老师为什么会把我的眼头画起来一点？是因为我有个内眦赘皮的，对，画起来一点眼型更好一点。画完之后细节刷去蘸最深的眼影，把眼线晕开，会显得眼妆柔和一点，不会那么死板。眼尾可以稍微的拉长一点，细节刷晕开，很自然的会有一个眼尾出来。哦，种草了这个刷子。
这个眼线好漂亮啊，很温柔，很古典。我这有一个问题，咱们婷儿在私藏里面睫毛根根分明，很好看，但又很自然。老师用的是什么法宝？来，就是用的这种单簇的假睫毛，它没有什么负重感。他们拍戏的话，带妆带一天嘛，睫毛重了其实也会影响。而且他那个戏很多，就眼睛的细节，说用那种一条的可能就会有点太明显。来喽，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每次睫毛贴上完之后，大家说哇，人变了呢。然后这种就是可以穿插在自己的睫毛里。但他拍戏的话可能就不会贴这么长的，也不会贴这么多，因为是根据你的情况来。睫毛一戴谁都不爱我。终于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眉毛环节啊！司藤戏眉已经上了不知多少个热搜了，当时说两张剧照我铁了大概有一年吧，然后这个剧才上。那老师你当时设计这个戏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也不说是我设计的嘛，因为像拍戏的话定妆都会导演制片人演员还有我们都会在一起讨论、其实最早的一波定妆的话他的眉毛没有那么细，到后面在拍戏的过程中就是剧组的那个化妆师就是越画越细越修越细。后来有一次出席活动我见到他，我说哎，甜甜的眉毛怎么都没有了剃秃了剃秃了，对，真的是好看。因为其实细眉是我们大部分人是不会去挑战的。对，其实很多粉丝朋友不都在问这个细眉要怎么画才适合出门适合日常吗？对啊，对，其实像今天我给一趟画的这个眉形呢比较古典的画法结合了现在的这种审美，稍微有一点挑，粗细不要超过黑眼球的二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出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先用眉笔去定一个形出来，眉头稍微往下走一点，我们用这个斜角刷。这个挑眉的高度咱们怎么决定呢？一般画眉毛它不是有一个标准的形状吗？嘴角鼻翼延伸上来，这个就是眉头，鼻翼加黑眼珠外轮廓就是眉峰的位置，鼻翼外侧加你眼角外侧延伸过来的就是你眉尾的长度。所以这个弯眉当中也是符合这个标准眉的这个规律。对，可以适当的拉长一点，看起来更复古一点。来，就说小毛留着眉头，这样会自然一点，不会特别的突兀。嗯，就感觉好像有现代气息的毛流感，因为我感觉他们那个年代真实的古典画眉法就是一条很僵硬的。对，它没有过度。画眉毛呢，就有一个口诀：下实上虚，前虚后实，就会有层次感。对，我觉得你还是真的很适合画这种弯一点、细细一点的眉毛。再会蘸这个黑颜色，眉毛的下面再给它加深一下，完全避开眉头，只在眉中的靠后的位置，立体感就出来了。好好看，就像水墨画。你再配上你这个扇子就是绝了。然后我们再把那边给它补一下。不得不说大妹们这个文化素养真的很高啊。有个很高深的问题给大家读一下。老师想知道中国古代审美如何和现代审美融合，画出那种和中国古典审美一脉相承的妆。天哪，这个真的难到我了，没有文化的都当不了化妆师。导演也是要求的，在眉毛上还是要保留复古然后雷厉风行的那个感觉，眼妆还是正常的一个走向，有那种反差感。对，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修容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修完了之后我的脸是不是就变小了。其实修容不是为了让你脸变小，而是让你的脸型更加立体。那像我一般会推荐大家使用这种多功能的组合盘来进行修容，然后再配上我这把神奇的刷子，正好可以卡在颧骨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好用。那下面就开始修你鼻子了。我跟田儿完全相反，田儿呢就是鼻子是略长，然后他人中短，我是人中这个长，鼻子短。鼻子短，老师加油啊！从你的眉头就开始往下衔接，这颜色真的很自然。然后在修鼻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说把这个重色全都画在这上面，显得你鼻翼就会变大变肥。越大越脏。对，轻轻的在这带一条，就很明显要比这边要长一点。老师，我看那个田儿，他那个鼻头特别挺，特别翘，特别尖。对，之前好多人以为是他鼻子是做的，对，天生的。好，那鼻子就修完了，高的不得了。现在像刚刚汤不是说想要那种小翘鼻吗？所以说我们在点高光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特别特别细的刷子，火苗刷，去蘸这个高光点在鼻头。你看就像自己皮肤透出来这种光泽，真的绝了。假鼻子翘起来了，在山根的位置会显得你整个人就会比较通透，还有缩小你的眼距。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哑光的这种高光，我们用来进行提亮泪沟啊、法令纹、太阳穴凹陷就会特别好，可以让脸在视觉上瞬间饱满起来。我的鼻子在向大家招手，马上就要冲出屏幕了。是的呢，就像那个匹诺曹说了谎话咦感觉。然后我为了呼应你鼻子珠光的高光嘛，所以说在避开你的痘痘的区域，颧骨最高的这个位置，这一条也来一点，就会显得皮肤很通透。
啊，植村秀的这个很古老的 M335，这个火苗刷也是真的，这非常舒服，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小松鼠，松鼠刷，买它，这个刷子要断货了。突然感觉你好像能。到了令人激动人心的口红环节啊，要走什么样的色彩路线？偏红棕色的，会有气场一点，很适合你。我看很多化妆师都在夸你的唇形。老师，你不夸一句都不好意思了，快加入他们吧。我都不用夸了，就直接标准。对，挺完美。上面高位的画高一点，用遮瑕膏修饰一下唇形，嘴唇的里面再加深一点，让这个唇妆看起来更有层次一点。好，唇妆就完成了。如何从美强变成美强擦丝藤花美呢？把他眉头往上提。图片说这是丝藤卸妆的样子。好了，这是老师说的日常的美强，就是美强。我觉得这两种都很适合你，你真的脸很百搭。还好了还好了。然后眉头我们用这个睫毛打底梳理一下。好，那就可以了。嗯，好看。青春，明日万年无间。